的范德勒，今天咱们来到了传说中最好玩的地方——健身房了吗？在这里，大家看到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棍子。我已经有两天没有来健身房了，但是当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位置竟然跟我上一次用完之后的位置还在同一个位置，哈哈，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明它也被别人玩了，说明别人也非常喜欢玩这个东西。至于这个叫什么名字，我给忘了啊。咱们一会儿如果健身当中有用到它的话，咱们就让教练好好介绍一下。好了，这话就不再多说，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运动。第一个动作横向折返跑，一组15次，第一次开始。低点，别跺地。两次走，三对走，四次漂亮走，5次你可以稍微往后点，走，6。7次，对，走，8次稍快一点啊，走，别跺，对，9次走，最后了啊，坚持，来，10次，别这么愁眉苦脸的，走，11，往下蹲，蹲，12走，坚持。3，最后2次啊，稍微快一点，好吧，最后2次坚持住，来最后1次，别跺地啊，回，好了，休息。下一个动作蹦床跳跃，第一组，一组12次，第一组开始。这个提前给大家看，这个蹦床就是这样的，感觉我上去之后很有费用。不过这里的教练说，上次有个比你还胖的人都上去，报了一堂课，啊，一点事都没有。既然他说这话，咱就不怕了，对吧？咱就上去。出了事儿就是他了，对不对？找到感觉了，这个小伙伴们千万不要笑啊，可能这个画面有点这个违和。1次走，腹部收紧啊，第2次，3对，漂亮，4 5，6次，对，走起，7 8次，不要憋气啊，9次，10，最后2次坚持，来最后1次，好了，下蹦床。下一个动作蹦床深蹲跳，一组12次，第一组开始。1次，2次，往下蹲，3 4 5 6 7，蹲下去，7 8次9 10，最后2次啊，走，1 2，好，休息。下一个动作障碍跳，一组20次，第一次开始。1次走，2次走，3 4 5 6走，脚尖着地啊，7走，8次，一次是一次的啊，对着的走，9，对，10次走，10，走9，走8，坚持啊，听，7走，6走，坚持啊，停一次加5次，5走，加5次吧，4走，停一次加5次，确定吗？3走。2走，最后一次，好，休息。下一个动作平衡要求，一组20次，第一组开始。1次，2次，3 4 5，慢点，6 7 8次，9次，元素呼吸，20，11，12走，13，漂亮，14，15，5 4 3 2，好了，休息。下一个动作火箭推，一组20次，第一组开始。一、
二往眉骨那个方向去啊，三走，四慢慢的走，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，好了，休息。下一个动作要求翻举一组十二次，第一组开始，一次走，第二次走，三，匀速呼吸，二四走，五走，六六五走，四三二，最后一次，好好收回，好好休息。稍等一下，我们这个稍调一下速度。原来做一些动作，关键今天啊，太多了，饮食方面的问题，这个喝水喝太多了，肚子里确实是。教练其实准备了很多这个跳跃的一些动作，但是啊，都有好多个没有做成，因为这个肚子啊，跳一下还行，跳两下还行，再去跳第三个动作，估计不好使，这样。后来跑的动作都跳断了，我也是没有做，教练说你这个都没有动作了。后来就是说，他说不如做点别的动作嘛，然后把别的动作跳断。后来就是现在放松一下，就在这个做个报对吧？然后就是说现在是这个五一黄金周对吧？大家肯定都已经出去玩了，有去旅游的，有去拜访亲戚的，有回老家的啊，也有这个跟着女朋友、男朋友啊外出去玩的。无论你去干什么，都需要注意安全。那句话怎么说的？道路千万条，安全第一条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一定要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不要去那些悬崖峭壁、河边人玩，对吧？你打山，你要这个慢一点走，你不要，你就哎呀，这个山这么低，我不能再上了，爬上，是，山是上上去的，下不来了。为啥呢？必须用光的，对不对，各位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天气也比较炎热，不要这个暴饮暴食。什么特别凉的呀，特别辣的呀，还有特别肉的，尽量别吃，吃点绿色环保都不染的，什么蔬菜啊，有地菜花，炒土豆，土豆丝，土豆盆，切土豆，炖土豆，煮土豆，各个方面都是土豆。只是举个例子啊，吃什么这个看你们自己喜好嘛，对吧？有的说辣土豆我就不能吃土豆，你给我说了那么多怎么怎么吃，对不对？你不让我吃饭了吗？并不是这个意思，好的，灵活变通哈，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，意思就是在这里祝大家五一快乐，哈哈哈哈。然后现在呢，正好赶上咱们这个粉丝500万，所以说这个又一波的这个百万粉丝福利来了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还是10万块钱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还是晚上直播间的时候送，具体到时候送什么，像什么。穿越火箭王者荣耀啊，或者冰封飞车啊，都随便啊，送什么都行，送或者是你手机也可以，等到时候咱们再慢慢的这个说，到时候想要什么，大家就提出来就行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废话咱们就不再多说了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然后我再稍微休息一会儿，我也就要回家了，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你穿的这是个屁，你这是运动衣吗？你这是来健身房的吗？你这明明是出去找小妹妹排队。就是被你发现了，就是找小妹妹呀。小妹妹今年3岁半，来到幼儿园里，接着我就叫阿姨，不是接着就叫叔叔。所以说这个就不再多说废话了啊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咱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